Hello， 我是小伟，我现在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。今天巴基斯坦在下雨啊，这里下雨，路上全部是泥巴，他们这贫民窟的那个地上全部是泥土，都不好走路了。今天打算带着两个女孩子去我的家里去做饭吧，让他们给我做饭。现在我来到这个相亲女孩的家里了。Hello。我打算带着这个女孩子，因为她之前也是他们给我介绍的一个相亲女孩，带这个女孩子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去喊她了，打算带两个女孩子再带一个小男孩子去我家里吧，我们一起做饭，基本上是我给他们做中国菜吧。我现在的厨艺也有进步了。我为什么要带她去我家里做饭呢？因为主要是今天的天气不怎么好，下雨，在这里直播不方便。因为昨天直播的时候吧，有一个爱心网友，他给我赞助了200块钱，也就是支持我多直播，所以今天的话，我会带着这两个女孩子去我家里做饭，然后就把路上买菜的过程做一下，然后带到家里再开始在某音平台直播吧。这个女孩子刚才找我要那个联系方式啊，因为我刚开始在这里拍视频的时候，她和她的妈妈在聊天吧，她的妈妈在后面躺在床上，她妈妈可能教她，让她找我要联系方式，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手机号码给她吧。刚才他们这边来了一个上门推销的，这个卖那个手镯的。这女孩子买了些手镯，我刚才给了他们500卢比，让他们自己去发挥，看谁需要的，反正只给500卢比。等一下，现在那个女孩子还没回来啊，另外一个相亲女孩还没回来，等一下带她一起去做饭。刚才那边太吵了，他们在那里卖那个手镯，好多人都想买手镯，然后我来到另外一个家庭这里了。我在这里等那个另外一个相亲女孩子，因为很多中国人更喜欢另外一个相亲女孩子，所以我带上这一个相亲女孩，另外一个相亲女孩，还有带两个男孩子去家里，我做菜给他们吃，做鸡肉炖萝卜，特别好吃的，让他们尝尝中国的口味。现在我就先暂停了，等那个女孩子回来，因为他们刚才出去找她没有找到，所以我继续在这里等一两个小时吧。我刚才在这里拍视频啊，围过来一大堆小孩子，看到没，都围过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打算带这一个小男孩，还有那个小男孩，带这个小男孩，这个小男孩是这个相亲女孩的弟弟，然后这个家庭也带一个小男孩，带这个。现在已经下午3点钟了，我让这个小孩子把鞋子擦干净一下，再带他们上楼梯，别把别人的楼梯搞得太脏了，不好啊。我等到3点钟，那个女孩子还没有回来啊，所以现在只能带着这个女孩子，然后带两个小男孩，一个他的弟弟，还有另外一个大哥的儿子，带他们两个一起去家里做饭。现在准备出去买鸡肉了 ，Let's go， 买 chicken。刚才这个女孩子从家里拿了一双新鞋子出来，她说上楼梯的时候再换下来，因为天气太冷，穿拖鞋也不好。
在我来的卖鸡肉的店铺这里了，打算买一只鸡回去。Hello boss, one chicken. 买一只鸡 ，big 大一点的，买大一点的鸡。这只鸡330卢比 ，OK， 水很卷的设计 ，OK， 再买一公斤萝卜，这个叶子它也放上去了，叶子太重了，4个 ，OK， 4个。这个老板现在开始剁鸡肉了。两个小孩子，一个大的，非常开心。他们，OK， 不行，他们非常开心。听说要吃中国的鸡肉，应该比他们会做的好吃点吧。现在萝卜和鸡肉已经买好了，准备回去。在路上再给他们买点水果吧，去其他摊子看有没有水果买，这里的太贵了。哥，小孩子特别开心啊。哥，爸，看的，在那里，那里。在这里买了4个苹果，他们这边苹果好贵啊，250卢比一公斤。再来一串香蕉。This one。他们这边香蕉是按个卖的，10卢比一个，完很绝的。就是300卢比。这个苹果4个就200卢比，香蕉估计有10个、11个，100卢比、300卢比，谁很绝的？OK， 现在我们买好东西准备回去了。这俩小孩在路上打起来了，他们特别开心啊。刚才我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这个女孩子了，原来他们也是亲戚啊，这个地下室的相亲女孩，这个是她的哥哥。现在我就打算带着她的哥哥和这个女孩子一起去家里做饭 cooking Chinese food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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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有两个美女，还这里两个小孩子，一起去家里做那个鸡肉萝卜。我感觉我的手艺现在可以了，现在我们出发了 ，Let's go。OK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家里面了，准备开始做饭，然后洗鸡肉，做鸡肉。Mijas， 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锁着，我还没开门呢。先在外面先做饭，这是厨房。这个过程就不继续拍摄了，他们现在看得出来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马上我就要开始直播了，没有手机去拍摄了，最多拿另外一个手机拍一下那个照片，到时候放在结尾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吧。我是小伟，我打算离开巴基斯坦了，喜欢的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拜拜。